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在中东地区，美国想制裁谁就能制裁谁，但是却不会对以色列动手，是因为两国的盟友关系一直都很稳定，而以色列也是仗着有美国的撑腰，对叙利亚以及伊朗大打出手，特别是在叙利亚发生内乱时，以色列还欲把属于叙利亚的国土变成自己的领土，但是以色列的这一计谋却被叙利亚和俄罗斯发现了。所以他们优先选择了攻击和以色列接壤的伊德利卜省，同时也是戈兰高地的所在地。看到叙利亚与俄罗斯攻击居然这么猛烈，以色列慌了，就怕叙利亚会把戈兰高地给攻下。于是以色列的国防部长站出来发言，称如果下次要是发现俄罗斯的防御系统攻击以色列战机的话，那么以色列将会把俄罗斯驻叙利亚的军事基地全部都抹平了。以色列这次明显是处于下风才会出来叫嚣，而且此声明对于俄罗斯而言没多大用，